朝五数7:30。你而家收听紧系佛山电台 FM883。This is FM883 from Radio Fortran。畅游佛山，大世界，畅听大世界。883半点快报由佛山公明邮政局特约播出。883半点快报。包经省海白区一个长厅上集发生火灾，红号烈火将近1000平方米仓库入边嘅厨房、工作品外衣一半，所幸冇造成人员。